之前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微服来过镜花楼听曲。那一日，陛下希望我随他入宫，可我拒绝了他。他却道：“洛姑娘不必着急拒绝。” 若你想明白了，可以拿着竹风车，随时入宫掌阵。大圣的宫门，永远为陆姑娘打开。陛下说，这风车便是我的护身符。其实我也不以为意，后来的确是帮我挡了些许麻烦。是吗？你怎的从未与我提过？丞相，这是私事。